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今天要介绍一个字，金，歌音金，一生金。金这个字有坚持的意思，那是人有耐心，乌土嘛会变黄金。例如咬牙吃苦，金到底，工课就是你的，唔通做一道换一道，逐工一斤就介绍到这。如果大家有更好的创意，可以在下面留言。谢谢大家收看 ，See you next time。